慢慢的缓缓向上亮，然后到最后整个小镇就会像开了灯一样，哇，很美很美，这可以在碑上看到一个碑子上看到一个金色的一个日出的感觉，很特别。所以你在家一定没有煮饭，对不对？所以您在家一定没有煮饭。第十三位的新生的朋友，新小朋友啊，23号，哦，在这边来，我从到那个，可以去哪边那边哈？好，来，我们再请小朋友来，第一副手，哦。是你折的，真的，爸爸抽到你吗？来，不是，好来，30号，30号的交，来，30号，这边有个爸爸妈妈的，这边有个爸爸妈妈的，来来，我们请我们这个嘉怡哦，我们今天也真的很辛苦的哈，来，这个是第几号？15号的新观众朋友来。各位小朋友，我在三号，我在三号，小朋友你加我，53号在这边啊。哎，我在三号你加。53号，53号有没有在这里？有啊，来53号来。53号来哈。来，我来这边哈，来这个感谢小哥叔叔一下啊，再小哥过一下啊，来，我们请我们那个丁丁。来帮我们抽一个号码，这样拿好哦。好，六的号码。来抽个号，大家打背哦，大家打背哦。哎，好来哈，然后我们的这个 baby 这边来哈，来我们再来找一个妈妈来。这是你妈妈吗？来，妈妈来帮我们一个忙。我看你是这个吗？等一下再抽，我们先抽好不好？来，妈妈抽出来的是21号，你等一。弟弟的是不是？这位小朋友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来，好来，弟弟来，麻烦你来抽一张。可以啊，来，我们抽出一位。来，哦，这个很大奖，20号，22号，交换礼物哈，来，我们来再找一位爸爸，再找一位爸爸，再找妈妈来，我们的。我们的会议，好，来会议。啊，这么什么吗？我都去抽。来，会议哈，会议抽出来的啊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好。59号。59号说自己。
哇，这么厉害，来了，叫彭超哈，来等一下，这是你自己的礼物吗？哦，不是啊，那 OK 啊，那对啊，抽你是，只是抽到是十九号的礼物了。等一下哦，5758在这边啊，5958在这边。哦，好，那个，没事，我们先发给你，等一下我们再请晚一点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好，再去找。好，来，再来，我们再请妈妈。妈妈最伟大。辛苦你们了哦，还要放那么久。来，55号。我想那我们再来请来我们的那个曼曼公主哈，来我们去。我现在看到谁点名了哈，那你就帮我们抽一下。来，听说他有交换礼物哦。这里最少得丢多少？二号的小的那个朋友哈，来可以去换一下我们的21号。我发现了，我是走回来。啊，跷跷冰！来再给人摸一下。我原本要买跷跷冰。接下来是第22号的这个奖品哈，大家这样的礼物哈，啊，小哥来抽哈。真的，今天其实我们准备了很多活动，我们下雨天哦，大家不好。来，19号，十九号的家宝，19号，哎，那个品华，品华来，小姐不见了，来，19号，进去。等一下，好，还有这个，我帮你拿，那这个给你拿，对，好，来，已经核实完了哈，没错，来，你打嘞，那个品华嘞，品华嘞，好。因为这边都有登记你的名字、编号、号码牌的哈，所以一点点时间对一下哈，来再来哈，哎，还没有，你先帮我拿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我这个好，来各位小朋友哈，那个我们有准备了一些脑筋急转弯的，来也让小哥送来，今天要开一个是啊。好，我们呢问的这道题呢，对，一二三再举，我问这个问题，然后再来，那一二三你再举手，好不好？哈，好来哦，我且看比较快，因为小哥有脑花眼，哈哈哈哈。好，这个问题叫做星星有多重？看没有？对啦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你们口罩脱。脑筋急转弯，星星有多重？好，脑筋急转弯。1、2、3，好来哦，来哦，1、2、3，好来那个穿黄衣服那个小朋友，来，晨晨，对不对？巴克，你啊。星星，哦，星巴克了啊，理解理解。我真的，来，那个谁，真的，来，下一位小朋友请准备哈，来，真的，好冷的，妈妈，真的，那你，你最早先举手的呢？神，好，神明的神哈，神的交通工具是什么？哦，哎，来现场，先举手让我看，你真的知道？知道啊，神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？哦，神的交通工具，好来哦，1、2、3，好吗？好吗？
来吧，都进去里，进去里。不是，脑筋急转弯，看没有？看到快点，快点！好，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前一阵子有没有？有很多人啊，在某一个地方会去打怪，然后会跟着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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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宝哥，我神的。啊，天主去答案了，神的交通工具哈，来哦，一、二、我们走出去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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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我看到那个后面那个，对，就是你，宝贝啊，宝贝，神奇宝贝哈，神奇，来，就是你，我们这边呢，各位小朋友。来，准备好了没？来，各位小朋友，请听小哥这边说。好。我们接下来真的是猜一个成语哈，猜一句成语哦哈。六个字的成语。好，六个字的成语哈。他看你们手谁举得最快哈？来，一到九，哪个数字最懒？哪个数字最勤劳？猜一句成语。等一下，你准备哦，你准备哦，你准备哦，哈，你准备哦，来，你准备哦，可以吗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好。啊？不是成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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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语啊！等一下。对，一个就二就先来，对，那边的，各位请准备哦，哈，各位请准备哦，哈，来哦。先搓先搓来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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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弟弟来，那你要大力一点哦，你要大力一点哦，哇，好帅哦！哦，你好棒哦！那我们现在猜一个字，好，这个谜语先猜一个字，叫做《半步春秋》。你举人我，啊，哪个应该就是知道？来，这边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好来哦，来，一，来，重来，重来，来，半步春秋，我们猜一个，哪一个？秋，不是秋，好，猜一个，哎，这个事情这么难哦，太难了，哎，真的，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啊，所以有在座知道的爸爸妈妈吗？我真的这么难哦。哎，有没有？没有的，先放下来，先放下来。有没有爸爸妈妈知道这一个？对，我们换题了啦，我们换题哈，我们换题。但是我们有没有爸爸妈妈或老师知道吗？苹果的苹，哎，哦。行了哈，好，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这一题不算，我们换第二题，我们换第二题，换下题了。同样是猜一个字哈，好来，真丢人，开始。真丢人，这个丢人是吗？你知道什么吗？啊，不是啊，猜一个字了哈，来再一次哈，好来啊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真丢人，猜一个字，我要喊一二三的哈，一、二、三，妈妈，直线的，不要很缺的哦。这是什么钥匙圈？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来问一个问题，来。想答了，快问一个问题啦。好，来来，问一个问题。好好好好好。好来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这个还没有，我觉得我没。好，这里是什么样的？在哪一个录音区？一、二、三。我的。高比啊。好，我刚刚没有看清楚，再知道。好，来啊，一、二、三。等一下哦，看到这个妹妹来。你什么？绿林大营区。来来，这小歌曲这个送给你了哈。好。好。非常谢谢各位，好来。好，那这次我们的一番哦，就是我们这个。
有关于空拍哈、或者是一些摄影器材哈、你们有任何的需求、任何问题哈、都可以跟我们赞助商小叶这边来做联系哦。到时候我们会把他的资讯呢放在我们的粉丝专页上。那他们本身是非常知名品牌哦，DJI 就是大疆的、这个空拍机的领导品牌的赞助的跟这个厂商哈、的代理商。所以呢，欢迎你们呢有这个采购的需求哈、那可以跟我们这个赞助商小叶一百的这个DJI 公司呢来做联系哦哈。好，我们谢谢各位的参与哈。我们跟着小哥录音去呢，因为有你们哈，所以小哥有机会慢慢成长。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下雨，然后天气也，然后中间有一些状况哈，那没有用好的地方哈，高大出色的地方，小哥在这边深深的跟大家一鞠躬哈，谢谢各位，不好意思，谢谢谢谢。很远哈，所以你们对那个偷拍机啊、有兴趣的哈、对，好，等一下飞回来啊、继续挥手哈、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在哪里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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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耶耶耶耶，谢谢各位参加，哇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好，等一下访问一下我们的，来来先来，我抓到谁访问谁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言大哥来来来，不行了不行，你一定要帮我们这个忙，来，因为你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第二次参加我们的小哥团路了，但是第一次参加跟着小哥都已经去的团路哈，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有什么地方检讨，然后你的心得。没事，随便过。来，大团体生活就是怎么讲？大家录得开心，快乐。好，谢谢小哥，谢谢。你可以随意发表。我写5000字的新的报告。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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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什么简短的分享几句就可以了。因为这是你第一次录影吗？还是已经录过一次了？好，好，对，那我们这有这样的一个录影方式 ，OK 吗？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再更改？很开心哈，好，来，莉莉好像是第二天才来的，对，哦，那也很辛苦，她也带小朋友过来哈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得，好吧？心得非常棒啊，虽然第一天没有夜冲，没有看到那个夜景，就是星空，但是我觉得第二天来，虽然我来的时候刚好是非常冷的时候，对对对，真的，可是我觉得非常棒。好，谢谢，活动非常棒，谢谢小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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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希望你们开心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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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来支持我，来，来瑞凤哈，他来露营到已经第二次了哈，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一次比较不一样哈，跟小哥露营，反应路不一样啊，很多地方有没有什么地方给小哥建议的，或整个有什么地方在微调的？还好哎，还好哈。没有饿到，哦，那就好哦。我最担心的是大家饿到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你们都来来。我们都要上电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次非常感谢你参加跟着小哥录音区的团队。那有没有什么地方要给小哥建议的，或整个？对啊，这边整个园区都还不错，然后空气好，尤其是那个老板。老板真的是服务的态度真的是有够的赞。的对，有机会下次一定要来这里。好，谢谢你。
题，那喜不喜欢露营？这次来有没有认识新朋友？机会再跟着小哥露营去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好，谢谢你们喽。有，好。Hello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哦，开慢一点喽，开慢一点喽，好，开慢一点，到了记得回报哈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拜拜 ，Hello， 等一下哦，新郎要送客哦，哦，开慢一点哦，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